欢迎来到今天的内衣时尚秀，今天为大家赏析2017年广百百货内衣秀，超强的百货广场活动内衣秀，模特身材爆表，韵味十足，笑容很迷人。这是一场在百货公司内举办的内衣秀，这样的内衣秀选用的内衣一般实用性很强，就是柜台里实际能买到的内衣，但这场秀选用的模特水准并不普通，可谓是身材火辣，上围傲人，双腿细长，成熟的模特很有韵味，年轻的模特则很有活力，纯情可人，微笑也很迷人。本场内衣秀选用的内衣是1/2和3/4罩杯的，这样使得上围更引人注意，模特淡定自信，从容不迫，围观的顾客并没有显得大惊小怪，露出什么猥琐的表情，这说明内衣秀作为一种时尚，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已经被更多的人所接受。本场内衣秀分为三个主题，一，以婚纱头饰去营造的婚礼主题，这一主题的内衣一般选用中国红和洁白的婚纱颜色，以代表爱情和婚姻。二，以皇冠和花冠为头饰的公主主题，这一主题走年轻的青春路线，内衣的颜色多彩斑斓，模特的风格比较有活力，象征美好的青春时光，青春无极限。三，以翅膀为代表的天使主题，这一主题在内衣秀中属于较为普遍的一种修饰，它的出现可以让模特的身材显得更加的修长，上围也更加突出，愿每个女孩子都是天使。好了，今天的时尚内衣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分析和分享，就请关注我的频道吧，这里是内衣时尚秀，总有一款你喜欢。